要知道为什么会站在台下讲道，原因是因为，对我而言，其实我并不觉得我自己有什么资格或是什么样的身份我可以在这里。但是有些事情是对的，因为如果是神选你，那你就要勇敢一点。因为在台上的人永远是比较需要上帝的人，但是我最近神给我几首诗歌，然后我也试着把它编辑出来，然后刚好我的传道人同工非常的认真，他这十多年的信心生活里面，他是凭信心过日子的但是呢，他把他所有的可能、所有的金钱都用在为上帝预备了一套非常好的录音的设备，然后他自己也有这个恩赐。那么，当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把自己摆上去的时候，神的高某就会领到你，神就会悦纳他。那么我也是很鼓励他可以有一些作品。那上帝在这一两年也确实从粪堆中抬举了他的仆人，也从我不是故意谦卑的身上，我们都知道我们本来是在罪的里面。罪呢有一点点就是没有大小之分的，你有一点点罪就是罪。你一定老鼠屎就可以坏掉一锅粥，我们没有什么大的罪、小的罪，都是罪。那我们在这个罪的世代，我们有一位爱我们的神，把耶稣基督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些功劳不是我的，因为我只不过是白白的拥有这一个恩典。这个功劳是上帝的能力，是他的圣灵的能力，是耶稣基督愿意降服，所以他拥有的能力和权柄，并且在圣灵的里面，神爱我们，把耶稣给我们。耶稣爱我们，以至于死，因为我们复活。父跟耶稣非常非常爱我们，在耶稣必须要回到他的里面，在那里为我们预备地方，他又把圣灵差到我们当中。各位，我觉得我们没有什么好夸口的，我不过是一直都在，从亘古到永恒。在约翰福音十七章提到我们的耶稣的祷告，我希望大家多看约翰福音十七章，原来是耶稣的祷告。耶稣一生都知道他有一位父，他还常常提醒我们这位父的重要，而且他到最后他要完成父的托付，他说：父啊，请你荣耀我。我觉得这是我可以从耶稣的祷告，然后跟我认识的耶稣的那个他的身量、他的教导，因为耶稣是上帝给我们的示范，要我们不仅得救，要有我们进入永生。也就是说，上帝他知道我们最后的目标，他想要我们回到他的里面，因为他是用他的能力创造我们，他对我们吹一口气，他把一切都给我们。他希望我们知道我们的得胜，在启示录五三章里说到，得胜的人要与耶稣一起坐宝座。我们不仅是要在神的面前敬拜他 ，OK， 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得连续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那个是我们被救，然后我们很努力的跟随耶稣到父的面前敬拜他。但是我们有一个位置是我们最后要到的地方，那个就是神最大的全能，那就是他自己的里面。弟兄姐妹，我们在生活里面，在生命里面，我们都会遇到难处，我们都有困难，因为我们都会生老病死，因为这是罪的代价，我们都知道。但是你要知道，你是神所创造成为他儿女的那一位，所以你是儿子跟女儿，是为了承受父的什么基业。什么叫做基业？什么叫做产业？基业呢，就是 DNA 所给你的，就是你从父的那一块得来的那个位置承接的、继承的，那个叫基业。产业呢，是透过你的恩赐，透过神在这个土地里面，他所怎么样生产给你，你供应你可以服侍人，可以与人相处，可以服侍家庭，可以生存的，你可以看得到。
可能是你的车子，可能是你的土地，可能是你的妻子，可能是你的什么，你所拥有的身价。所以基业跟产业都要给我们，这都是在耶稣基督里做成的。你要知道你是谁，你是神的儿女，是神用他的本体的形象在耶稣基督里面创造，这是一个很贵重的状况。你要回到这个状况，这不是耶稣基督怎么样，他的救赎要为你完成的所有。耶稣基督的救赎，他完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他就是给你一条路，然后呢，跟随他，道路、真理、生命，要到父的那里去。所以父他希望我们要努力，因为我们是儿女，跟耶稣一样，耶稣有多努力你就应该多努力。不是你信了耶稣以后呢，把一切的事情都交给耶稣去做，你祷告耶稣就要成就，是啊，是是是，但是你有很容易的把你的神当作你的仆人，你很容易的再一次失去你当儿子的位置，当女儿的位置，而把你的父亲当成一个仆人。一个儿女的位置是为了尊荣父亲的，一个儿女的位置最大的喜乐就是要怎么样，荣耀我们的父亲，天上的父亲，不是只有荣耀地上的父亲。如果地上的价值观不对，那么你可能会为你的父亲而活，而成为一种孤儿。但是有一位神，他可以教导你真实的爱，他可以把最真实的、最高境界的爱赏赐给你。那里面有完全的爱，那个完全就不会像你的父亲会错待你，他会用他的要求要求你，而不告诉你方法。你的父亲是你的天上的父亲，是全能的神，是永在的父，是和平的君，他是全备，没有一样好处不给你，所以你也没有一样好处不在神那里，那么都靠着耶稣基督给了我。其实我是要强调一件事，今日我站在这里只不过是一个神的器皿罢了，就像彼得对人说的，我也是个人，我只不过是个人罢了。我刚才在问上帝，你为什么要选我？为什么我今天有机会来到这里跟大家站在这个地方分享？为什么是我？我也不觉得我是一个无罪的人，我也不觉得我有什么资格。我只是在想，可能有些时候我们有些人先拥有了某一些机会，但这些机会都是为了走向神。有些人是透过服事在前面接待人，他可以看见非常多人的需要。有些人他可能是怎么样，透过敬拜，有些人可能站在台上，他可能在打鼓，因为你可能坐在那里不会专心，所以上帝让你去打鼓你就会很专心，哎呀，对不对？晚上你晚上需要打鼓。我要告诉大家，是在神的面前没有第二排，也就是说上帝他不过就是使用各种模式把你都带到你最舒服最能够荣耀他的位置吧。也许你是一个好妈妈，也许你长得很漂亮，也许你长得很帅，也许你的歌声很好，也许你可以在那个地方很安静地处理错误的问题，你可以被教导，你可以怎么样被指责。有些人是没有办法被指责的，他一被指责以后他就伤心难过，他就放弃，对不对？你知道上帝非常非常了解我们每一个人，你知道耶稣跟父亲早在创立世界以前他们就开会了。如果你仔细看约翰福音十七章，我很喜欢那一段，那个在创立世界以前，好像耶稣基督跟耶稣跟天父爸爸跟圣灵已经开完会了。所以我知道这一生没有办法靠着你自己怎么样做什么，你必须要真实的跟神有关系，借着耶稣基督在圣灵里面跟他有一个真实的关系。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去怎么样拥有的一个位置，
所以你为什么要努力？为什么要有教会来教导你怎么样 ？OK， 用一些经验 ，maybe，OK，、okay? 用一些经验就是见证，就是见证是什么？见证在圣经里面，前一阵子呢，我看到了一段非常打击我的心的一段文字，一个经文的介绍，他说，有一种人，他是曾经与耶稣基督同吃同喝的人，对不对？有没有这样的人？在而且有一种人是在耶稣基督复活了以后，还跟耶稣基督同吃同喝的人，对不对？有没有这样的人？这样的人是耶稣基督选来见证他复活的人。Amen。这些人你可能认识，因为他有彼得，对不对？有约翰，对不对？还有在马可楼里面的怎么样？120个人，对吗？我有没有算错？对不对？是不是？那这些人是不是神所拣选？在耶稣基督复活之后，有些人还见过耶稣，对不对？有些人还跟耶稣一起吃嘛，对不对？连那个不信的多马都还要怎么样？摸一摸他手里有没有钉痕？是不是？这些人是神特别选来为耶稣基督的复活做见证。这么说来，各位有没有想到一件事情？你是不是也在耶稣之后？是不是？你是不是在末后的日子？你是不是与耶稣？如果你得胜了，如果你信耶稣了，你是不是与耶稣活在耶稣所要创建的国度里面 ？Amen。你是不是与耶稣基督同吃同喝的人？因为耶稣说：“你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他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他要给你他自己，他邀请你在这个世代，只要你凭着信心，你可以跟他一起同吃同喝。今日你坐在这里，岂不因着你的信心与他一起同吃同喝吗？你有经历的过程，你有见证。Amen。我称为与耶稣基督同吃同喝的人，就是能够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这样的人，他能见证耶稣基督是活着的。Amen。这样的人可以成为光，成为盐，吸引人从他的形象当中，从你所反映出来的耶稣的荣耀的里面，怎么样让人看到耶稣的美好？ Amen。 华美妈妈是不是这样？ Amen。 So， 这样子的人就可以吸引人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为什么做见证很重要？你的生命必须要有见证。那你要从哪里来做见证？你要常常与耶稣基督一起同吃同喝。我们都很清楚知道，如果今天我来星期三你跟我一起吃饭，我们就是家人，对不对？我们有一起吃饭嘛，吃爱恋，对不对？是不是？我们一起吃粮食，我们现在在同吃同喝，因为我神在我们的面前摆设了什么爱的筵席，所以我们正与神一起同吃同喝。而今天的道就要成为你生命的什么可以见证、可以依靠、可以相信的那个道路。 Amen。 不是从我来的，所以如果我只是讲我的感觉，你可能不会有得着，因为你也有得着。 Amen。 你也有感觉，right？ 那我要配合每个人的感觉，就好像有些东西我来卖给你们，但是呢不一定每个人都会接受我卖的东西，对不对？就像一个厨师煮的菜，他也不是满足每一个人的胃口。 Amen。 更何况大家都吃过那么好吃的菜，对不对？还有什么妈妈的菜，来，妈妈的菜是最好吃的，是因为你感受不好吃的，因为你必须要靠着她长大。 Amen。 然后我们下次就煮给你吃，对不对？像我最近很幸福，我的妈妈呢就天天要煮饭给我吃，因为她搬到台中来，跟我住在同一个城市。哎呀，以前很远啊，以前呢要看她呢就要千山万水，但是呢现在呢不用了，现在他就住在我家的隔壁的隔壁的隔壁，也就是我开车大概有5分钟就会到了。啊，我妹妹更近，我妹妹走过一座桥就可以到我妈妈家。啊，她很聪明，她被我妈妈帮我妈妈选的。啊，因为她身体的关系，啊，年纪的关系，所以我们希望她离我们近一点，但是她也要很勇敢的离开她原来的本族本家。但是神有应许，一个信靠他的人，你要离开，就像亚伯拉罕一样，
你听见神，就算你没有什么信心，但是呢，怎么样？上帝会不会赏获你？上帝会不会在你的面前为你修直道路，为你铺平道路？会不会？会，因为他爱你。我记得我曾经分享过在，在这个旧约的时代，在这个以色列人要神要带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有遇到不愿意把老王心里感应，所以上帝就定义要降十灾给怎么样埃及来。其中一个灾害呢叫蛙灾，就是青蛙的灾害，我有讲过嘛，对不对？啊，然后呢，这个青蛙就爬满了整个埃及，然后爬到这个什么这个王的床上，然后这个王呢就把这个摩西亚也招来，然后摩西就问他说：“你什么时候哎，王啊，你什么时候要耶和华神让你的让这个青蛙离开你的床铺？哎，请问一下啊。”如果是你，你会什么时候立刻，对不对？马上离开，快快快！你就赶快叫那个耶和华神，叫那个青蛙赶快离开，因为他知道他是从谁来的，从神来的。然后他说什么？那个王竟然说：“明天。”我跟你说过，我们常常会这样，因为我的脸皮比较薄，我就是不愿意承认我的需要，所以呢，哎呀，你明天再做这个事就好。有这种王吗？难怪。我还好，我也不晓得还好还是不好，但是我希望在这个观念里面，你要知道废王立王是神的事。我知道马来西亚在一个更新的时刻，待会我们来讲一讲一个国的更新，一个人的更新，一个教会的更新，它是多么的重要。更新的意思是我接受到了恩膏，我就能够更新，我需要神的能力才能更新吗？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才凡事都能做，对不对？那么要凡事都能做，你要不要拿到事情？你要不要拿到能力？你要不要拿到那个以前皇帝都要给你什么圣旨，叫你知道怎么做，对不对？因为我们不能靠自己做嘛，对不对？要靠谁做？靠神做。但你要相信一件事情，也许你还在未知、不知、已知、半知的里面，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因为你的神会 support， 因为那叫爱。Amen。通常是神能做得到，是他才会叫你做，同意吗？我要讲什么呢？我的意思是说，当年这个亚伦跟摩西摩西来到法老面前，然后他就问法老王：“你什么时候要上帝让这个青蛙离开你？”当这个法老王说明天的时候，摩西马上说：“好，那就明天吧。”他没有说等一等，我去问我的上帝，我再来回答你。通常你会这样做嘛，对不对？人家问你问题说：“好，那我问我的神，我去求神问他一下，来告诉你，对不对？”或者我祷告一下，祷告一下，我把你带到神的面前，我来祷告一下，对不对？可是摩西没有，摩西直接跟他讲什么：“好哇，那摩西可以代表神说好吗？”那个青蛙是摩西让他上去的。是吗？因为摩西相信谁？相信神会怎么样 support 他？一个经历神、一个常常在神的里面的人，你会不会知道上帝是 support 你的？你会不会有那个确据？有没有？你知道吗？当你在决定任何事情的时候，你所要依靠的是这个确据，因为大部分的时间我们不是神嘛，对不对？也许我们在很多慌乱的时候，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怎么样找他，对不对？我一定会不会这样？会吗？哈，有这样的时间吗？还是每次都非常清楚啊，都有时间去求问他，然后有够时间来怎么样回答你的问题。当头老王说明天的时候，摩西说什么？好，就明天吧。然后他出去以后，那个圣经还写哦，他出去以后才怎么样问上帝说：“哎，耶和华神啊，头老王说明天，你看好不好？”神说：“好啊，就照你所求的做。”我不是要你们很大胆的每件事情都不问上帝，都说上帝会 support 我，我就去做。但是我们是人的有限，有时候我们求问不到，会不会有这种状况？不知道怎么办？那你要不要做？你可以选择不要做，继续求问。真的，这是我的方法。我通常会希望我自己能够怎么样？一问再问，像积淀，你要积淀吗？积淀是怎么样？问到最后看有没有打仗？他没有，他只是骑马，然后一手拿什么？拿那个
灯，对不对？然后高喊的什么？耶和华和基甸的刀，根本没有刀，然后只是喊而已，那个话还是偷听来的，然后上帝还跟他讲的，哇，他最后怎么打仗？没有啊，啊，敌人怎么样？就跑了。你也可以像基甸一样，问到最后连仗都不用打，甚至有些时候你根本就不用打仗，上帝会直接告诉你，你站好，站在那边就好，看耶和华神为你怎么样打仗。什么叫做？啊，我们你知道这个，很多人都会背这个，这个诗篇的三篇，啊，那一句话说什么？在我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请问一下，我们大部分人都会想到说，这个意思是说我跟神吃饭呐、啊，然后仇敌怎么样，上帝去打，对不对？是不是这样解释？是吗？是啊。然后今天告诉你们另外一个解释，好吗？这里面包括了一件事，因为神要我们与什么人和好，上帝要我们饶恕我们的仇敌，上帝要我们怎么样为我们的仇敌求平安，这样的就是把炭火怎么样放在我们仇敌的头上，上帝要我们饶恕，要我们原谅，因为他知道民与民的征战不是出于什么他想要的，我们征战本不是于什么属什么，不是属什么、啊、这句话怎么说，来谁会说的？哦，我们本不是于什么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于什么属什么天空属灵的恶者，对不对？好、哦、那么我们征战的对象不是这个人，而是那个灵，对不对？所以你要怎么样跟你的敌人一起怎么样坐席，你要跟那一些你不喜欢的人一起吃饭。我说过嘛，很多事情上帝希望我们这些百姓胜过，有没有？是不是我们要做耶稣做的事嘛？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有没有跟一群他不喜欢的人害他的人在一起？有没有？难道神怎么样没有为他在敌人面前摆设筵席吗？但是耶稣说什么？父啊，你要怎么样原谅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事。那些被仇敌利用的人，那些来伤害你攻击你的人，是不是你的仇敌？但是重要的仇敌是他吗？还是背后那一些属灵的恶者，那些天空的恶魔，是哪一个？那个人家要跟你吃饭，为什么？因为你有神啊，不是吗？神为我们摆设宴席，不是隔绝我们跟什么那些人的关系，而是要怎么样让我们怎么样透过与他们的和好，把这个仇，把这个炭火堆在撒旦魔鬼的什么头上。你的对象是谁？撒旦魔鬼，这样懂了吗？懂了吗？所以下次做这一句祷告的时候，我们要不要有另外的想法，就是神要我们与人和好，要爱人如己。圣经上告诉我们要爱那可爱的很容易的，对不对？要那不可爱的容易吗？不容易。哦，主啊，为我在敌人面前摆设筵席，所以下次有人得罪你要怎样？请他吃饭。然后宣告那恶霸是谁煮的？耶和华神煮的。阿门。来，同意的拍拍手啊。但是你下次请我吃饭的时候，不要说那是神为我们摆设的宴席哦，那样我会知道我要准备礼物送你，因为我得罪了你啊。你看万物是吧？人的心比万物都，但是你们说的不是我说的。其实我今天是非常的需要祷告啊，但是因为刚刚的祷告里面，神也开始让我知道，然后我觉得很多事情是我们要知道、要了解，所以在敬拜的过程当中，我想我们今天也稍微谈一谈哈、哦，谈一点点、一点点哈、哦，因为我今天其实就觉得我还在思想怎么样讲这篇道。好、哦，那我早上一早我就跟瑞云讲，我说：“瑞云，你帮哥准备一下
啊，这个几章几段经文啊，因为我们讲到的基础都是神的话里面，啊，不是人的话。我说过我是个人啊，但人若不悔改，就不能讲神的话啊。但是有时候还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有时候不知道如何悔改，有时候是因为很多你还不知道的罪，对不对？啊，我们还有泥泞之地、挖石之处，我们根本也不是很十分明白我们自己，对不对？但是这一生当中，神都与我们同在，所以你只要把自己转向神就好了。这样你，我就是今晚安呢，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啊，请你怎么样帮助我、救我，哎没？啊，你可能啊，这个时候你可以进食祷告，啊，你可以怎么样选择用以利亚的姿势，求雨啊，对吧？他是把头埋在两个膝盖当中，啊，这个姿势不太好做，对，有的人没办法练软，要练软骨空，不然的话，哎呦，是吧？我肚子太大了，我现在头埋不下去，我可能碰到肚子都没有办法，对不对？啊，可能郭翔可以了，那么瘦。我欢迎郭翔在我们当中啊，你是第一次做礼拜，对不对？对，然后欢迎好不好？郭翔啊，他叫做郭翔来的啊，郭翔你贵姓？郑啊，郑国祥，然后你们教会有一个国祥的嘛哈，他姓什么？曾，对哈，曾跟郑啊，刚好都差个音而已哈，所以你们要注意叫哈，因为来了一个新的国祥。不过我觉得这孩子是神选的啦哈，因为上帝找到他啊。上一次我去你们请我吃饭啊，神在敌人面前为我摆设宴席的时候，然后我就遇到了啊，国祥。原来上帝是为了得着你的哈，所以他去那个殿，之外你们就是很奇妙，跟着你跑。你在哪个殿里面，我就会跑到那个殿去，对不对？啊，终于抓到你了哈。OK， 那昨天呢？因为上次呢，我跟他讲耶稣了啊，然后我告诉他上帝选了他啊，然后呢，我就叫凯文啊去关心他一下。然后可是呢，凯文怎么样？可能比较忙一点哈，啊，就让你跑掉了哈，对不对哈？那没想到这一次呢，怎么样？上帝呢又把你怎么样压回来哈？然后呢就很好笑，那一天我本来这一次也没有办法去 Moonlight 啊，可是刚好约了一个弟兄，就刚好有一个弟兄当信耶稣，那有机会呢跟他聊聊天，那我就到 Moonlight。那到 Moonlight 的时候呢，他在那边打工嘛啊，我不是帮 Moonlight 做广告了哈，但是呢，当然有地方传福音的地方都是美好的地方啊。神在敌人面前为我们摆设筵席哈，然后他那天就看着我说：“奇怪，哎，这个小朋友哈，哎，看起来也蛮有容光的哈，蛮有笑容的啊，很好很好哈。”我也不知道，你知道吗？他的头发长长了，又戴帽子，我根本就认不出他来了。后来，哎，就凯文来了，他带着他的男朋友啊来，然后我就说我们也借机会聊一聊。结果哎，他就是，然后凯文就认出他来了，我才知道说原来他就是另一个国祥。啊，后来呢，我就邀请他昨天呢来帮忙啊，这个儿童营也试着让他来参与教会啊。哦，可是我发现呢，他不仅来参与哦，我觉得他非常有恩赐啊，然后他对孩子也非常容易亲近，他很有这方面的恩高，神也高顾他，他还在这个地方一天交到很多朋友啊。你们的团队非常好。啊，你们的青少年非常的强壮啊！我祝福你们的青年教会啊，赶快起来啊！有一千个人，好不好？啊，一千个人够不够？够，这样就够了。不是五千个人教会，你们这个人很奇怪，啊，说五千个人，说一千个人。啊，七千是总共教会的人数，但是神现在要告诉你们，你们有无限，好不好？你们有无限的可能，因为这世界有76亿个人。都是神要的，记住，你们有一个很大的使命。那我想今天来也很鼓励我。他昨天就早一点回去，那个WhatsApp 我哈，就说告诉我说，他不好意思，他早一点回去，他帮我忙。那么他就说今天有没有？那我正在犹豫啊，因为我觉得要祷告，因为我也觉得他如果来，如果他怎么样，在参与的过程当中，我没有办法陪他。没想到我们弟兄很来哈，所以我就昨天哎，他自己主动跟我讲他可以来，那我就觉得很开心，我说欢迎你来。那我也没跟他讲今天的聚会跟昨天是不一样的，但是他刚刚跟我讲，我说你习惯吗？他说可以，所以大家都为他祷告啊，也接纳他啊，哦，好不好？啊，你有欢迎你回这个家，好吗？啊，哦，好，欢迎你 ，OK。常听到好信息，
是我这一生最快乐的事情。因为我觉得一个传福音的人就是被神高我们，一个传福音的人就是听神的话并记在心里的人，一个传福音的人叫做豪徒。Amen。 然后他会有什么恩膏？他会有转化的恩膏。这种人可以把荣耀献给神，这个人可以吸引人的荣耀怎么样呈现出来放在神的面前。 Amen。 这叫做豪徒，那就是神的道来了以后呢，可以怎么样存在你的什么心里面，好不好？今天我们从这个角度开始。我刚刚讲的是前言啊， OK， 我还没有开始骂人，对不对？但是你知道的，万有都在耶稣里造成的，对不对？好不好？让我们有点时间，我也需要，我要把我自己放到耶稣的面前。神给了一首诗歌，叫做在我面前只有耶稣，就一句话，只有一句话，几个音节而已，可是这首诗歌却是我里面最深的想法。我希望我有一次戴金杯戴个面具，不是我很帅，年轻时候可能有啊。我其实不太以前常上电视啊，不是常在主持台上。那其实他们拍我的时候，我都不会觉得怎样。后来我觉得现在的我应该，如果你们真的教会你们一天到晚在拍哈、哦，那我看到约翰牧师都啊，那个艾伦牧师都美美的啦，然后来上节目来，一中牧师也都要这样哈、哦、，make up 这样。然后我在想说，那我也来看看可不可以做这样子，这个以后来你教会的时候要 make up 一下啊。OK 哈，所以我们好看一点，有知道吗？因为而且我以前会闪这种灯的，可是我后来我想说我专业一点好了，反正我也受过，我没有受过这个训练，但是我长期的在舞台上 ，OK， 那所以我也主持过很千人万人的演唱会啊这些东西。那这个有我跟讲个笑话好笑，有一次呢，他们就因为我大概过去两一年一个学期啊。一个学校的一个学期，我要主持60场的演唱会，就是到各大学里面去主持他们的演唱会。所以那时候，所以基本上发唱片的歌星呢，我大概会认识一些。OK， 但有一次很好玩，因为我刚开始是小毛头嘛，然后呢，他们就觉得说，有这个主持人不是很重要啊，歌星比较重要，对不对？哦，所以呢，这个每一次呢，这个灯光就随随便便啊，不不不。跑就出来，哎，大家好，就开始主持节目。有时候还忘了拿麦克风，也不知道下一个是要唱的是谁，就上去了。因为我觉得很自由，很好玩，我也没什么压力。OK， 然后到后来，但是慢慢熟了以后，他们觉得说，哎，不行啊，他们跟我很好啊，那灯光师也就变成我的朋友啊，哎，这个后期工程也变我的朋友，回音师也是我朋友，导演是我朋友，大家都是朋友啊、哦。然后他们有一天呢，就要在一个大学，很大的大学，然后场面很大。然后他们就说不行，今天呢一定要帮这个主持人啊、哦！哎，我这个又这个，以前他们叫六六的，他说要给他一个好的灯光设计。我的天哪、哦，我是没有听到啊，我也不知道他们要做什么事，我也不知道，因为我在后台忙啊，我忙我要准备啊，对。然后那天呢，就刚好有一个厂商送了我一套衣服，是白色的，白色全白的哦，很就是这样白白的，然后就像昨天你们起舞跳舞这样啊、哦。OK， 然后那一天呢，他们把所有的灯光拿到我身上，你就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开你玩笑，为什么呢？哎，所以你在上台要准备好，要检查好好，明白吗？上台为什么说这个敬拜团呢，一定怎么样，不能露出来啊？这个都是要好好的，因为这是一个很圣洁的地方。啊，讲这个笑话是要让你知道，我竭力的成为一个幽默的牧师，明白吗？我不太会讲笑话，所以呢，很多时候呢，这个也会觉得说我非常的有时候会骂人哈、哦，但你一中一定比我凶，不起，一中是不好意思啦。哎，学习，凡事人人都要学习啊。谢谢这个家给我学习的机会。好，我们讲回来，我想在这个之前，那首歌准备好了吗？好吗 ？OK， 在我面前只有耶稣。好不好？我们用这首诗歌安静我们的心，因为我们要成为豪徒啊、哦，豪徒要有神的工作呢。
会想要做一件事，就是在你的面前我知道我不是在殿中瞻仰你的荣美，你就会很喜悦我，那只是一个部分。你会喜欢我在你的殿中瞻仰你的荣美，但是你更希望我能够学习像你，去十万人做你的门徒。所以我要把你带着，我要让你，我要跟随你，我不要你跟我一起去。所以在我的面前，我希望只有你，因为只有你是我的道路、真理和生命。我相信当我这样做的时候，当我们在分享，当我站在人的面前的时候，我真的只会是一个人，而能够让你的荣耀彰显在你的百姓面前。谢谢你教导我，谢谢你鼓励我，也愿你抬举你所有的百姓，当他们的面前只有耶稣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能将荣耀归给你，我们就知道那荣耀是属你的，因为你在父的里面，父就在我们的面前。在我面前只有耶稣，在我面前只有耶稣，在我面前只有耶稣，在我面前只有耶稣。你的面前只有耶稣。
神的道理。耶稣啊，为我死为我复活的耶稣啊，有生命爱我的耶稣啊，你是我的一切，你是我8:11-15，耶稣说：“一起来，奉耶稣的名，这比喻乃是这样，种子就是神的道，那些在路旁的，就是人听得到，随后魔鬼来，从他们心里把道夺去，恐怕他们信了得救。那些在磐石上的，就是人听到，欢喜领受，但心中没有根，不过暂时相信，即使遇见试炼就退后了。那落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得到，走开以后被今生的思虑、钱财、厌乐挤住了，便结不出成熟的子粒来。那落在陶土里的，就是人听得到，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神的道就是耶稣，耶稣把道带到我们中间来，他说，我给你们的道就像给你们的种子一样。如果在座的还有没有信耶稣的，他就好像什么，这个道呢会落在哪里，路旁，对不对？ OK， 这个人听得到，随后呢魔鬼来，从他们心里把道夺去了，恐怕他们信了得救。我想，所以我希望你能够怎么样，专心的听好不好，不要，然后呢到等一下会告诉你怎样把这个道放在你的心里面，好不好？有你要做的，但是也有神跟耶稣跟圣灵做的，可以吗？这样子你就得救了， Amen？ 明白吗？对于还没有听过道，刚刚开始听到的人，他会产生这样的状况，但是耶稣要救我们，对不对？是不是耶稣要把我们从什么罪恶里面救出来，把黑暗的里面，从黑暗的里面怎么样把我们救出来，他用什么救我们？用他的道，因为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道就是神，太初与神同在。我们说道就是什么，耶稣，所以太初就有耶稣了，耶稣与什么，神同在，耶稣就是道，
太初就与神同在，所以这个种子代表什么？耶稣他自己 ，Amen， Amen， OK。所以呢，耶稣说我把我自己给你的时候 ，OK， 那耶稣来是要我们得救嘛，对不对？那为什么你不会得救呢？就是因为你听了我的话以后怎么样，把它放在旁边啊，对不对？然后呢，鸟来就怎么样，把它怎么样吃了，很容易嘛，因为它是好东西嘛，对不对？你不吃，对不对？有没有鸟会吃？会，鸡会不会吃？会。所有的动物都比你聪明，因为他知道他是从神来的，他很单纯，对没？但是你会不会很单纯？不一定，这样明白吗 ？OK， 那耶稣说什么？那你要怎么办才能够成为好土呢？好，我们看看最后，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得到，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果。来，大家读一遍。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得到，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果。但是我问你们，道既然是耶稣的，那你又怎么知道你自己是在耶稣里面领受这个道呢？我先问大家，昨天晚上有来听、有来崇拜的举手。昨天晚上，昨天晚上我有讲啊，你要怎样奉耶稣的名啊、耶稣的名是拯救，耶稣的名是权柄。所以我想你跟我讲，奉耶稣的名，这样明白吗？奉耶稣的名读神的话，这是基础。奉耶稣的名读神的话，就代表你是奉神的名宣告你吃到这个话，耶稣的名，大家明白吗？所以你每次读神的话要怎样？奉耶稣的名，在家里灵修怎么样？奉耶稣的名，这样明白吗？因为道是谁给你的？神透过谁给你的？耶稣，这样明白了吗？至少你知道他是谁给你的，这样明白了吗？我跟你讲啥？像超我跟你讲，耶稣啊。神为你摆设宴席，他出好吃的给你吃，你要不要感谢他？要感谢他，就知道奉他的名就是怎么样，知道是他给你的，这样明白吗？好，来，我们再共读一次神的话，奉耶稣的名读路加福音8:15，好下去，哎，给好来，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得到，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你知道当神的道透过耶稣基督在你面前的时候，他怎样会住在你的心里面？他怎样穿过罪的网罗到你的心里面？他怎样突破天上的天到地上这么远的距离，然后来到你的里面？今天我要跟你们分享怎样得着道。道要成为肉身，对不对？那你要不要先得着道？道要怎么样种在你的心里面？然后他怎样使你成为好土？难道是我自己努力我就可以成为好土吗？那怎么办呢？怎样解释呢？什么叫做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得到，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难道是靠我自己的力量吗？这样看起来好像是我嘛，对，我要持守在什么诚实和善良里面。那神就说，你们记得吗？这个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曾经对撒玛利亚妇人说，如今你们敬拜要用什么？心灵和诚实来敬拜，对不对？那你的诚实是你自己的吗？到底怎么解释呢？我偷偷的告诉你们，不是啊，我是偷偷告诉你们，因为耶稣在我前面，对不对？啊，对不对？那我要这样告诉你们哦，好不好？我们来看看三位一体的神他怎样帮助我们。我说过嘛，全世界的神只有这位神是怎么样主动来爱你的神，对不对？是不是你要去拜呀、啊、然后拜完他才会给你的，这是神吗？不是吧，你比他大，因为怎么样你会给他东西，是不是啊？但是我们的神是怎么样主动来爱你的神，是不是？神他拥有一切，他可以给你一切，他可以满足你一切。 Amen。 我说过，如果死里复活都不是妄求，
那你就怎么样？没有什么是妄求的，因为你还不知道什么是你要的。阿门。我们的神，他说你要把道放在你的心里面，那么他就会给你方法，他就会怎么样？给你能力。阿门。那神怎样把这个道帮助你放在你的心里面？当你选择信耶稣的时候，当你选择耶稣的时候，耶稣在你面前的时候，那么神就会把他高拿撒勒人的什么耶稣的什么圣灵和能力高抹在你身上。Amen。 神的高抹是什么？圣灵和能力。 Amen。 因为使徒行传有说到神以圣灵和能力高拿撒勒人耶稣，耶稣才出来怎么样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对不对？所以神的恩膏是什么？圣灵和能力。那么在这里看到的诚实，我们看到，我们下面来看，我们看诗篇八十九篇，奉耶稣的名，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你面前，知道向你欢呼的那名是有福的，耶和华他们在你脸上的什么光、光中行走，他们因你的名终日欢乐，因你的公义得以高举，你是他们的力量的荣耀，你是他们力量的荣耀，因为你喜悦我们，我们的脚必被高举，我们的脚必被高抹，我们的脚必有神的能力。那么请问一下，这里提到的，这里提到的慈爱和诚实行在神的面前，也就是说在神的面前有什么慈爱和诚实？刚刚唱我们的面前只有耶稣，耶稣有没有在神的面前？那你有没有在神的慈爱和诚实里面？那么神的灵是不是代表着他的能力？他的慈爱的灵，他诚实的灵有没有在你的面前？有没有运行在你的中间？那你会不会有神的诚实？你会不会拥有神的诚实？神的诚实和慈爱在哪里？在你的面前。在谁的面前？在他的面前。这一句经文是说什么？公义和公平是神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神的面前。那么谁在神的面前？当你借着耶稣基督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的面前有没有神的百姓？神有没有为你摆设筵席？你有没有在神的面前？那你有没有诚实？你有没有慈爱？你在神的里面得着神的，在神的面前得着神的慈爱，成为你的诚慈爱，你得着的诚实成为你的诚实。所以你拿什么来敬拜神？拿神面前的诚实，你得着的诚实来敬拜神。你的诚实要出于公义公平的宝座，你的诚实要是那位神赐给你的，那你就知道你在敬拜神。阿门。明白我的意思吗？这是神的恩膏，所以你要持守在诚实和善良里面，对不对？意思是说谁帮你持守？神的能力和圣灵，神的恩膏帮你怎么样持守？要明白吗？你要怎么样成为好土？你要有神的什么圣灵和能力，你要有神的高抹，你要透过耶稣来到他的面前，领受他的诚实 Amen 和慈爱，他的诚实和慈爱行在他的面前，要祝福你 Amen。 你要怎么成为好土？要在哪里？在神的高抹里面。你要跟神连结，你要真实的相信他，经历他。怎么经历呢？跟我讲，透过耶稣。让我们来看看这里怎样透过耶稣吗？这里有讲耶稣吗？我们回去看陶土，
那落在好处里的，就是人听得到，他可以成为我的道，成为怎么样？道成为肉身，这不是最高的境界，对不对？我们要真实经历神，就道成为我的嘛，那我就经历神了，对不对，弟兄？对吗？对。那神的能力可以帮助我这样。那耶稣在哪里呢？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你的心是不是交给耶稣了？你的心是不是交给耶稣了？耶稣住在哪里？心里面嘛。所以你的心里面有谁？有耶稣嘛。有耶稣的什么？有耶稣的权柄和能力。耶稣的恩膏，我昨天有讲到，耶稣的恩膏是什么？他的权柄和能力。他叫门徒来，对不对？给他们什么权柄和能力，然后差遣他们怎么样出去传福音，对不对？差遣他们去怎么样医病赶鬼，做他做的事，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所以你要有神的恩膏，你也要有什么耶稣的恩膏。我们用一个例子来举例来说明耶稣的恩膏，耶稣的善良。他说要持守在什么？诚实。诚实是神的恩膏。 OK， 那善良呢？善良是耶稣做成的，耶稣用他的能力和权柄加在你身上，而你能够去行出来的那个道，就是怎么样行出来，那个道就是耶稣的能力帮助你行出来，这叫持守在善良的里面。那耶稣的善良是什么？其实你们可以常常发现，耶稣遇到大麻风的病人，有没有？那大麻风病人说：“你可怜我。”耶稣有没有医好他？耶稣用什么医好他？权柄和能力。Amen。那是不是耶稣的善良？是不是耶稣的恩膏？诚实是从神来的，善良是耶稣行出来的，让你们看到的。Amen。有一天，耶稣走到一个城，那城叫做新山，他就看见了有一个寡妇的儿子死了，被怎么样扛着出来，对不对？是不是？那耶稣呢就动了他什么善良的心，他过去他就怎么样扶住那个扛死人的杠，然后他就吩咐那个孩子说什么起来，那孩子有没有起来？他就起来，他就复活了。耶稣的善良，你这个道要学习像耶稣一样，你听到要不要行出来？这样你就能持守神的道。你用敬拜的心，在神的城市里面回应他，然后呢，把神的道透过耶稣的教导行出来，这叫做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因为你的心是被更新的，是被神的圣灵和能力更新的。你是在耶稣基督里更新了，你明白了，你连接在什么这样的敬拜，这样的什么恩膏里面，所以你就能够怎么样持守真道。 Amen。 Amen。 哈利路亚，拍手给耶稣，哈利路亚。我们还需要一个部分，我们还常需要一个部分，持守以后，你还必须要怎样？忍耐着节食，跟我讲，忍耐着节食。如果我们说树，有一次耶稣跑到一个无花果树那边，然后他看到这个无花果树，我不能对着你啊，不然你就变成那棵无花果树，我要对着这里啊 ，OK， 也不能对着这里，一人带一人，这很有恩膏。好了，没关系，我对着耶稣好了。耶稣有一天到一个树，那个无花果树怎么样？没有果子，对不对？然后他就怎么样咒诅那个果子，对，那棵树，对不对？为什么？为什么？很奇怪啊，耶稣为什么要咒诅那棵树？他不结果就不是他的错，搞不好是上帝没有造结果子的基因在他的树里面，对不对？搞不好是那个咒的人的问题，根本就不是那个树的问题。那个树为什么要枯萎？为什么树要被咒诅？喂，为什么？来回答，回答了，跟我吃饭。我们就一起吃饭嘛。那你来回答一下，你觉得？哎，要羡慕先知讲到，没有什么对，没有什么错，
我们都一直在进步而已，明白吗？你觉得为什么？我知道他没有结果，但是他为什么没有结果？哎，为什么？土壤不好。你们为什么不会结果？你觉得？你们都结果啦，你们不是没有结果的人，没有结果的人不会来这里听我讲道啊，放心啦，不会跟你们吃饭的。为什么？啊，万物是借着谁造的？万物是借着谁造的？耶稣造的。所以耶稣在万物里面相当于一个权柄，明白吗？在你看起来已知的里面，你走到一棵树那里去，那个树会长大吗？不会。你走到人的面前，人的病会好吗？还没有啊，但是会，明白吗？如果你羡慕，我就是羡慕，我希望我会，我希望我能够经历死人复活，那一天只有一半。那一天我就学，我就得到这句话，然后呢，我就去服在一个，因为我们有一个同工，一个传道人和好朋友，他的爸爸就是这个中风，他就会昏迷，然后我要为他祷告，不知道怎么为他祷告，那我就开始寻求神，那神就给我那个经文，就是路加福音啊，耶稣怎么样看到这个已经死的人，然后他去扶住干。然后那个他就吩咐他起来，这样子，你知道吗？啊，我就听到，哇，那要持守在我心里啊，这个道我听了，啊，那我就去为这个昏迷的病人祷告。那我进去以后就跟大家都讲好啊，啊，你们每个人都要这样做啊。当然，如果你有新的启示，你可以照着自己的启示做。但如果你没有，那好不好？那今天我们领受了嘛，哈，那我们就这样做做看好不好？啊，所以呢，我们就怎么样？我就那一次进去就两个人嘛，哈，那我们就轮流啊，每个人，你们是不是用这个祷告？是吗？是哈，哦，感谢主啊！然后就每个人去扶住杆，起来，每个人进去就扶住杆，起来。然后那医生看了说我们神经病，怎么会每个人起来就起来？同步你起来！哇！前两天这个老人家出病被神接走，可是他的女儿呢？那一天是这样，那一天到大概晚上七八点的时候，八九点了，七八点忘记了，就是。他就传一个简讯，就说：“哎，伟哥，我告诉你啊，我爸爸的眼睛睁开一半呢。然后呢，他那个指数啊，因为他有个机器啊，他们本来是完全没有办法靠自己呼吸，对不对？伟叔啊，你知道吗？然后呢，他就说现在50%可以自己呼吸了。哈利路亚，赞美主！哇，就复活一半，没有完全起来，天哪！可是我人已经在柬埔寨了，我不知道要不要再回去，再按住杠，再吩咐他起来，下次做久一点，明白吗？做到他起来为止，不要那么轻易放弃，明白吗？持守在什么？”诚实和善良的恩膏里面，你们对于你们听到、你们知道耶稣做的任何事情，你不要告诉我你会祷告，你不要告诉我你会医病，你不要告诉我你会赶鬼。每一个人都要会，因为耶稣会。你若真的要持守，知道什么道？就是耶稣显明的道嘛。不然多跟耶稣吃几顿饭，多遇到一些敌人，你就会了。你不快快做啊！我们不过是个人，但是我们可以学耶稣嘛，对不对？是不是阿妹？是不是我们只能从这个圣经里面知道，哦，耶稣这样做，我也这样做，这叫什么？持守在神的道，这叫做什么？成为好徒。你说到要做到啊，各位，明白吗？我们教会的复兴就是在于这个见证。我们与耶稣基督同吃同喝，让他复活以后，还要看见复活，还要看见，还要更多的看见。人会因为这个看见而幸福，而得救。你是与耶稣基督同吃同喝的人，在他复活以后，是为了做见证，是为了经历神，得着成为好徒，更多更多的结出果地来。他说什么？要忍耐着结实。怎样叫做忍耐的结实？我问神，神说你知道圣灵的果子是什么吗？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14章，再下去就好了。一直按，你就下去了啊！来，这个来，再来，加拉太书就顶上去。啊，加拉太书，啊，圣灵的恩赐，圣灵的果子，来，我们看，大家熟悉，来，奉耶稣的名攻读加拉太书5:22-25，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
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着圣灵得生，就当靠着圣灵行事。忍耐的结果就是在圣灵里面结果子的意思，也就是怎么样，致使自己成为耶稣基督，然后呢做他做的事，他就在圣灵的里面，靠着圣灵行事。有神的恩膏，有耶稣的恩膏，在圣灵里行事，这叫做好处，这叫做持守神的道。这样的人，道就成为肉身，不会被偷走，而且还可以结出果力来，成为见证，引人归主。你要去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要有神的圣灵和能力，要有耶稣的能力和权柄被差遣，然后用什么？用你得着的种子，用你得着神的道，让道成为肉身，在你的里面靠着圣灵结出果子。 Amen， 听得懂吗？听得懂吗？我告诉你，这是你得到的道，对不对？现在持守，你知道怎样经历神的能力吗？怎样经历耶稣吗？就是把它做出来，就是种下去的意思。现在请你把刚刚你听到的道赶快种给旁边的人，这样明白吗？你也要像我一样嘛，啊，有没有圣灵的什么运行？有没有？你们有没有圣灵？有耶稣基督，听耶稣基督的话吗？有吗？你有没有耶稣的差遣？有没有？没有的举手。我来奉耶稣的名跟你吃饭。来，没有被差遣的举手。既然有被差遣，既然信了耶稣，有没有神的圣灵和能力在你身上？有没有？没有的举手，跟他吃饭。叫糟糕了，下次要跟我吃饭都要很小心。要讲明白啊！要给我卡片，不要说怎么样啊！我们是敌人，那就惨了。哎，这段话可以不要录吗？好不好？来，你们两个人，听到要怎样？信到，然后信到要行出来。所以你要告诉别人，栽种自己，再一次持守相信，好不好？那我们一点音乐。好不好？那我们让大家栽种，你两个刚好分享啊，刚好里面有两个人啊，好不好？彼此栽种，好不好？持守在道里面，我们需要彼此，我们需要大家一起帮忙，对不对？要有对象来栽种哈，把你种好以后赶快结出来，对不对？种好了没有？种好了赶快分享啊，就有了，就得到的意思，好不好？来，赶快分享，要学会讲道 ，please 讲讲嘛，刚刚听到要有神的。好，赶快来，你分享一下，拜托拜托，讲一下讲一下，试着讲到来，两个后面两个啊，你们三个一起讲，好不好？讲一下啦，哎呦，好不好？我请你吃饭，你好。试着讲，试着讲，好不好？试着讲，对，试着讲，栽种，持守，在身体里面。要听然后信，好不好？听然后信，I'm just gonna say
持守得很累这样吗？啊、哦、，OK， 哎、欸，其实不要多以为常，不要多问。哎呀，感谢主。接下来还有点时间了哈，还可以吗？可以再讲吗？大家吃饱了，跟我吃饭吧。今天中午时间就吃神的话喽。今天我们今天下午多有甜点，现在讲甜点。我刚才在想说我要不要讲啊？因为有录影，就好像觉得应该少讲一点比较好。但是为了当然钱给我的，我要给出去，因为如果给出去哈、啊，就放在仓房里面就会怎么样？对我来讲是亏损啊，所以我还是给你，我还是给出去啊。好，感谢主。接下来我们谈一点，我们知道神恩高我们，对不对？我们知道耶稣有恩高给我们，我们与他同在，对不对？领受的，然后我们也知道圣灵会运行神的恩高，耶稣的恩高。那我们来谈一谈，在这样的一个状况里面，我们怎样在恩高里面行塑我们敬拜的态度啊？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神啊，对。那我们来看看 ，OK， 我们怎样在恩高里面归荣耀给神？在马可福音4:24，奉耶稣名，马可福音4:24，又说：你们所听的要留心。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并且要多给你们。所以我一定要讲，明白吗？因为神用什么量器量给我，我也要量给人，对不对？是不是？因为这样神就会怎么样，更多的量给我。这样说起来，我想请问大家，敬拜的意思是什么？敬拜的意思是把这个荣耀归给神，对不对？什么样的荣耀？什么样的荣耀？就得着的荣耀。你得着什么？我说过，诚实是从神来的，对不对？所以当你要带敬拜，或者你要领敬拜，或你要带大家一起敬拜，或大家要敬拜的时候，我想请问一下，你拿什么献给神？心灵。什么叫做你的心灵？就是神量给你的。你用什么量器量给人？神也用什么量器量给你，对不对？那请问一下，哪一个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先有鸡，因为神造鸡没有造蛋，所以真神造鸡生蛋，对不对？这样明白吗？这是按真理说的 ，OK？ 当我问的一句话是什么？是神先量给你，还是你先量给人？但是我们通常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会读成什么？我们要先量给人，神就会量给我们，对不对？不对，因为神已经把最荣耀的耶稣给你了啊！你有没有感觉到你已经有耶稣啊？你有没有满足？你有没有满足的喜乐来献给神？你是带着满足和喜乐，真的知道神已经把最好的给你了吗？你知道神要要求你把自己的给出去的时候，是因为他已经把他所有的都给你了吗？你知道神的爱是这么的完备吗？神给你的是一切，是他的爱，有没有？你满足了吗？你真的拿到了满足和喜乐在耶稣里的吗？你要敬拜他，诚实是他的，对不对？那满足是不是也是他的？是不是？荣耀是不是也是他的？是他给你的。所以一个荣耀的器皿是一个开始，是因为你知道神已经怎么样恩高了你，神已经把耶稣给你了，神已经荣耀了你，神已经把一切都给你了。神要你用这样的良器量给人，一个敬拜的主领，一个敬拜团，面对神，领受的神，然后来告诉百姓，你要从神那里
被凉气倒满，然后呢你成为怎么样满足的凉气，然后你怎么样倒给神的百姓，不是你倒给神的百姓，然后神就会倒给你，没有一次例外，没有一次的恩膏是从你来的。如果这样你有祸了，你要预备什么？要预备好好穿美美了吗？洗好澡上去吗？你用心灵跟诚实敬拜神，那是你预备的吗？你平常有没有跟神在一起？你平常有没有得着满足和喜乐？你有没有过一个道成为肉身的生活？你才能够成为那样的器皿，去承接神的荣耀。因为神的高抹是为了使你变成新的皮带，你才有办法迎接新的高抹量给别人。耶稣是万有之首，所有的一切都从他来的，你的荣耀也是从他来的，你的器皿也是从他来的，没有一样例外，不是你给人，是神先给你，是他先爱你。敬拜堂的态度就在这里，不是你很有爱心，你很有恩赐，你就去怎么样对人很好，而就是把自己的给人。如果你不是从神来的，那不是你给的而已。要记住，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种态度就是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就是你心里的诚实。你要成为这样的良器，做你敬拜的开始。Amen， 懂了吗，各位？这也是我新的学习，所以我求神扩张我的境界。所以神说，我一定会怎么样？拉长你的绳子，他会扩张你的帐幕。Amen。你必须要从他得着。刚刚我也讲过心灵诚实的敬拜，所以愿意神以他的灵膏抹我们，他会安慰造就劝勉我们，让我们可以活出什么神的生命，耶稣的生命，这是圣灵做出来，所以愿圣灵大大的运行在我们当中。所以大家要常常与圣灵相近， Amen。 要常常在圣灵的里面，要试着说方言，要试着翻方言，要寻求他，因为我们所有的都在他里面。好吧，让我们一起起立，愿意我们请敬拜团到台上来，愿意神灵高高我们，因为恩膏可以让我们道成为肉身，成为好土，持守在诚实和善良中，忍耐的结出果子。恩膏可以让我们道成肉身，转化成为新的皮带，来装神赐的新酒。恩膏可以道成肉身，让我们去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结实累累。我们可以让这个道持守在诚实和善良的心里，忍耐的结果。然后我们转过去啊，这个时候，因为你们是已经被膏抹，所以你们可以对着百姓。然后我们现在转过去。今天的敬拜非常的让我可以开放我自己去思考很多很多神在我生命里面的，然后我要悔改，因为我抓住了一些在我生命里面要对付的事情。还是谢谢神你的爱我，让我可以在这样短的时间之内可以调整我自己，再一次的面对神，因为神要以他的圣灵的能力高，要以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要在神所赐的能力和权柄里面差遣我们，圣灵要用安慰造就劝勉，让我们可以持守在神的信实和盼望里面。
也让我们能够道成为肉身，充充足足的有真理和恩典。愿我们常在神的诚实和慈爱中，愿我们常常可以听到就信到并行出来。我们用敬拜团的最后一首诗歌，我们来回应我们的神。谢谢你，赐福你的孩子们，我们感谢。
是我房间的大门。